我是老爸的囝，在老母的面前做伊第一疼的优秀囝。老爸甲是我甲我讲，你的心要记牢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得到我，就得到智慧，就得到聪明，唔通袂记得，唔通离开我所讲的话，唔通弃杀智慧。伊要保护你，就听伊。伊要照顾你，这时阵，请咱大家起立，同心来吟诗俄罗上帝，圣诗第170首，圣诗第170首。请咱安静心，三甲来祈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愿荣光归于阮永远活的上帝。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一切生命的源头。你有赏赐你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让阮会当因为伊来得着活。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。你有显明救赎的道路。我们可以接到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国话来得到救赎和永远的活命，愿荣光归圣神上帝，因为你的感动让我们可以有份在基督的国话，可用主耶稣的疼充满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因为这样生命得到保障，愿一切的荣光和恶露都归在父子圣神独一真的上帝。主祢阿爸的上帝，在我们的兄弟中间有人心情软弱，肉体衰弱，无法度甲阮做阵来教会敬拜你。主，阮也要恳求你的圣神帮助、保守、看顾、安慰、鼓励、扶持因。阮也相信，当因找求你的时，你就的确甲因相同行。阮安尼祈祷无够额，要照主耶稣的教示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。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我的日子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是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着救阮脱离你的歹下，因为国、官、人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止。阿门。
这时阵，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。今日咱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新约，记载伫新约有两位的圣经。头一位是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，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。马太福音15章21节，耶稣对遐出去，退去到推罗西顿的境界。拄当有迦南的妇人人出因的交界，后叫讲：“主啊，台币的服下怜悯我，我的查某囝犯着鬼，真艰苦。”耶稣无应伊一句，伊的学生来求伊讲，着甲伊去，因为伊伫咱的后面伫后叫。伊就应讲：“我奉差无毋是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那定。”妇人人来拜伊讲。主啊，帮助我！若是伊讲提囝儿的饼，迄落狗仔是毋合。妇人人讲主啊，对，因为连狗仔也会得食因的主人倒骹加漏的饼油。对安尼，耶稣应讲：妇人人啊，你的信大啦！照你所爱的，甲你做成。对迄时，伊的查某囝已经好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顺探伊的话的人。今早起，希牧师要用秒亲的大道，秒亲的大道来勉励咱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伫遮我也要向咱在座所有做母亲的，甲恁讲，母亲节快乐！也愿恁会当伫恁的家庭以及恁的囝儿的身上来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的疼，你予我每一个人拢有爸母，特别是母亲来照顾我、养饲我。我搁较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我有母亲，你也真多我活命。甲性命的供给者，那阮会当伫遮，阮通过敬拜，阮来孝念，阮地面上母亲对阮的温情，也求你来赏赐福气予因。那阮也要通过你的话语，予阮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启示。求你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会当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。愿安尼祈祷，是我可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最近的新闻有几项甲母亲有关的报道，予咱来注意。头一项是台北市最近有一个共八岁的查某囡仔，因为伊的老母好亲像是甲无好的对待，可能这个老母嘛毋是真好势，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就长期营养不良。最后送到伫病院的时阵，才发现啊，伊的体重只有8公斤啦，定啊，最后真不幸就过身。另外一个就是马总统的老母的过身啊，因为是啊，咱讲总统的夫人是第一夫人，啊，母亲就是第一母亲，所以因为第一母亲过身也引起。注意特别新闻也有报道。不过也有人会想到，同款是总统的母亲，陈水扁的母亲却继续为着伊伫家业中的后生，伫遐来艰苦，家己流目屎。所以咱看到，不管做囝儿的是怎样，伊的母亲永远拢是伫伊后壁上大的支持者。不管子女怎样，母亲拢支持伊。每一个人拢有父母，嘛需要有父母的照顾，才当来大汉。毋知咱有人会讲，我无需要母亲，我家己就大汉，家己就生出来吗？的确是无，除非你是孙悟空，家己对石头劈出来。特别是母亲的疼，对伫囝儿佫较重要，因为母亲甲咱生出来，
用伊的灵，予咱来食，得到大汉。做人的子儿，伊嘛无法度选择伊的老母。敢有人讲，我会当选择我要生伫啥物款的家庭吗？的确是无法度。总是做母亲的，却会当来选择要怎样来教饲伊的子儿。佮其他伊的子儿会当正做甚物款的人物，只是的确着爱有正确的方法。那呢，甚物是正确的方法？今仔日咱要讲的，就是信仰的方法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头一段记载一个耶稣所行神迹的故事。可能咱会真容易将这个故事甲耶稣所行的真济神迹、医病赶鬼即款的故事，甲看作是共款。总是咱若是详细来看，会发现内面有一寡特别值得咱来思考、探讨的所在。首先，这位来到伫耶稣面前的是一位外邦人的妇女。伊是为着家己的查某囝予鬼附着，来求耶稣帮助。用犹太人的观点来看，外邦人甲妇女这两项，拢是因所看袂起的。但耶稣是伊家己要来到伫这个推罗西顿外邦人的所在，耶稣有可能是为着要闪避遮个犹太人，特别是遮个法利赛人、遮个宗教领袖，想要伫遮来清净，因为遮个人常常伫遐伫看耶稣讲啥物话，啊，是毋是伫安息日啊做代志，也是讲有无下伫遮个律法的代志，所以耶稣特别要伫遮来离开遮个宗教的领袖。却无想到讲，伊家己，伊已经是家家户户拢熟悉的一个人物。但伫遮，互即个妇人人着掠着即个机会，要来求伊会当来斗相共。伫故事开始的时阵，虽然即个外邦人的妇女，伊有求伫耶稣，阁是为着伊的查某囝来求耶稣。总是咱看到耶稣好亲像是无受到伊的感动，无啥想要插伊。最后是伊的门徒挡袂牢，毋是拜托耶稣啊，安尼甲伊斗相共，嘛毋是。伊的门徒是求耶稣会当叫即个妇人会当来离开，或者是会当加化解吼。卖阁继续要求啊！总是咱看到耶稣，伊是讲，我奉差是要到伫咱看圣经节，伫马太福音拄则所读的这段，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。四节，耶稣因讲：“我奉差无毋是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那定。”这个意思是讲，上帝恩典是要大声予犹太人，毋是要予外邦人。耶稣伊本身是犹太人，上帝所拣选的嘛是犹太人。照理讲是犹太人大声得到上帝恩典。但是咱看到，伫犹太人的中间，有侪侪人无有得到医治，侪侪人因的情形也无得到改变。所以耶稣照着这个次序，伊认为讲，稳定是爱先服犹太人，却毋是先服外邦人。但是咱看到这个做老母的听到，佫较无愿意来放弃机会，伊就伫耶稣的脚前来跪落，甲拜讲：“主啊，帮助我！”这个老母听了后，伫遐安尼甲耶稣拜托，但是咱看到耶稣却是回答讲：“摕囝儿的食物，互狗仔食是毋对，而
就是讲摕囝儿的饼献予狗仔是毋合。当当咱伫感觉奇怪，耶稣哪会讲起着狗仔，啊，甲即个母亲的囝儿有啥物关系？不过咱看到即个老母伊的回答，却、就是讲主啊，着因为连狗仔也会食得因主人桌骹交落的饼油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看这些外邦人是非常的轻视，就亲像看狗仔共款。确实，伊认为讲，上帝照伊的形象创造人，特别是创造这些犹太人，这些外邦人毋捌上帝的道理，就亲像狗仔共款，啥物拢毋捌，并且因也袂互相来接受。主耶稣伊是犹太人的老师拉比。伊因为伊的身份，伊嘛无好主动表示讲愿意甲斗相共，总是伫甲即个负责人对谈的中间，却发现伊的信心，伊真确保会当来得到上帝稳定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就为伊来施行关联，互伊的查某囝得到好，就是互即个鬼对伊的身躯来离开。耶稣无违反伊的这个规定，伊无有到伫迄个查某囝的身躯边，嘛无入迄个妇人人的厝，总是耶稣有上帝来的关联，伊愿意这个妇人人的查某囝就得到好。伫遮，咱看到一个真平凡，却是真伟大的母亲。咱讲伊平凡，就亲像所有的母亲共款。关心家己囝儿的情形，并且若是因的囝儿拄到问题时，会去敲找所有可能的方法甲资源来解决遮个问题。总是咱讲即个母亲伊的伟大，是因为伊知影着来找耶稣。伫遐，伊无顾别人的阻挡，甚至伊突破即个种族、遮个性别即款的隔离。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佫较重要是伊有信心，伊知影只有耶稣会当来甲斗相共，伊就得到上帝稳定的帮助。伫咱人类生命的延续、传承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拢需要有父母来养饲咱，来照顾咱。上帝嘛，予遮个父母拢有疼囝儿的心，咱嘛会当讲做是天性。一般做父母拢希望予囝儿上好个，至少伫因困难会当教个范围个内底。对囡仔出世了后，当然上好会当予因母奶，这是上好。总是现代个家庭妇女嘛是爱工作，或者是无法度继续来养饲母奶，就爱予因食配方奶、食牛奶粉。嘛，为着爱选择什么牛奶粉来烦恼，搁较惊伊讲啊，这个牛奶粉若是透其他的物件无纯，会影响囡仔的发育。即嘛听讲牛奶粉一罐已经到1000多块，啊，搁是细细罐啊那点，总是搁较贵，嘛是有人要买。到底因渐渐大汉，三四岁，搁开始为着因烦恼讲要读什么款的学校，什么款的幼稚园。当然，咱会讲双联幼稚园上好。然后，不过咱无办小学，真可惜。所以，因若要读小学的时，就爱阁想讲要读什么款的学校，是公立的明星学校，敦化国小，还是什么款的国小，还是私立的学校。当因在大汉的过程，也为着因要读什么。补习班要学什么才艺来操烦，或者是因若是有交朋友的问题嘛爱替因注意，到底读大学嘛爱为着因要读什么大学要填什么科系、什么志愿伫遐替因来操烦。到底大学毕业是毋是会当顺势找着头路进入职场、工厂伫遐来工作？然后，佫为着因
的隔绝，为着因的感情问题，为着因以后的家庭，伫遐来替因来烦恼。咱嘛看到伫遮的畸胎，伫遮的替因着磨的过程的中间，嘛是常常是弄来弄去，或者是检查拢有冲突，甚至有时咱会感觉非常的危险。危险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关系有时阵是真紧张，实在是迄个关系伫要到伫要破裂迄款的地界，最后嘛，互咱母家非常的忝啊。饲一个囝实在是真无容易，尤其是现代，咱看到囡仔生了少，真侪家庭检查干阿一个或者是两个囡仔那点，爸母的目睭的焦点拢伫即个囡仔的身躯顶面，然后顶面还佫有四个阿公阿嬷，目睭嘛是伫即个囡仔的顶面。做爸母的为着囝儿的教育的方式。有时阵顶一辈佫加入来，所以一个家庭常常为着遮个问题伫遐伫，莫讲冤家啦吼，就是讲真激烈伫沟通，沟通到最后啊，大家拢会感觉真辛苦。咱嘛看到当囡仔拄着问题，也是无顺时的事，咱会为因来操烦，咱比因较紧张，加在因家己佫无感觉安怎样。若是因有小夸的成就，咱就真欢喜，欢喜甲好亲像是咱家己的成就共款。安尼行过一年，最后检查会发现，啊，其实若是囡仔会当平安、健康、正常，安尼就好。上好是卖阁家己，卖来替咱家己来增加啥物麻烦。啊，若是会当常常看到面，咱就感觉心满意足。所以，咱拢是平凡的父母。伫今仔日的故事内面，咱看到即个外邦人、福建人，伊的查某囝的问题是去予鬼附着。咱毋知影是啥物款的鬼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医疗科学拢无发达，真侪遮的身躯。的病或者是精神的病，拢会当讲是鬼的附着，因为嘛无有药通医治。伫现代，虽然医药科学真发达，总是犹原有真侪鬼，亲像酒鬼、娇鬼、色鬼、毒鬼，遮个当然毋是真正迄款电影内面迄款看会到迄款的鬼。这拢是表示是一种的兴头，或者是讲英语讲 addiction， 你无法度去甲伊解毒，啊嘛无法度去甲伊拒绝，但是你若是伫迄内面，就真艰苦、真可怜，这种的兴。最近还佫有一种的鬼，叫做手机的鬼、网络的鬼、电脑的鬼，敢若鬼拢真侪吼。遮个鬼对着人的健康，对着人际关系，对着性格，一个人格影响是看袂到，但是是非常的大。咱看到爸母疼囝儿，尽量满足因的要求，却往往毋知影啥物才是上好的。我看到上无好的，就是囡仔还阁细汉。伊就开始摕一个智慧型手机，当然毋是咧敲电话，就是手开始伫遐咧画来画去，伫遐咧耍电脑游戏，或者是摕一个平板电脑伫遐咧耍。这对因的目睭，对因以后的发展是非常无好。无你试看卖，你甲伊的当伊耍到一半欢喜的时，你甲伊的手机 iPad 摕起来看，伊是毋是会大叫，是毋是会伫遐来发性地？这表示讲，这个鬼已经开始在影响伊啊！好，所以恁若是疼恁的囝儿，疼恁的细岁，唔通让因伫细汉就摕着手机，就摕着 iPad。爸母拢希望让囡仔上好，总是当囡仔因拄着生命的问题，拄着感情的问题，拄着因人生方向的问题的时阵，
咱现代教育嘛无法度替因解决，甚至咱家己做父母的，咱嘛承认咱是有限。所以父母要给因什么？毋是低保。要给因什么才是上好的？我的结论就是带因来教会，给因来认识上帝。安尼，咱就是一个伟大成功的父母。今仔日，咱的成功毋是讲咱外高栽培、外高安排，是咱知影将囝儿带到上帝面前，要来经历上帝伟大。因为当因的性命的问题这部分处理好势，其他拢毋是问题，上帝拢会帮咱，拢会甲因来调整。用我家己做例。我自细汉就伫基督教的家庭大汉，我的老母是民间信仰的背景，伊是嫁予我的老爸了后，伊才信主接受基督教。伊的信仰也是真单纯，伊的圣经无有捌真济，总是伊常常祈祷。伫我成长的过程的内面，当我有意识，我就知影讲，我毋是真特别聪明，嘛毋是特别有才能。因为你总是会看到遐个比你较聪明、较有才能的人，我嘛毋是特别有迄款人缘特别好的人。总是我发现我的运气特别好，比如讲我伫读册时，我就拢拄到好的老师。当我青少年的时期，迄阵需要朋友，我拄到好的朋友，特别是教会的朋友。在我做兵的时阵，我拄到好的长官来照顾。退伍读册的时阵，要找头路嘛是真顺失。后来就去读新学院，嘛拄到我即马的太太，建立家庭，有囝儿。而且是安怎我会当有遮尼好的运气，会当遮尼幸福？这拢是因为我的家庭的关系，以及我的老母的指导。事实上，我的老母伊敢若小学毕业那点，佫是伫庄卡大汉。总是伊的后生就是我，有两个硕士的学位，佫会当呾来正做牧师，佫是伫双联教会来做牧师。伫遮当然毋是伫骗想我家己怎样。伫遮是要做一个对比，互咱知影，毋是讲我的老母伊捌教育，事实上伊拢毋捌，嘛毋是讲伊会晓讲啥物款大个道理、深个道理，事实上伊从来无对阮讲啥物款大个道理，甚至我伫读册时，伊嘛毋捌替我看我个功课，是因为我阁细汉个时。伊就鼓励我去教会。我会记得，我伫幼稚班的时阵，就甲我的姐姐两个人，做一早起，两个人做阵行去教会。阮的老母就互阮几箍银仔，也是几角银仔，就摕去教会要奉献。这是我细汉去教会印象。所以，伊鼓励阮伫教会，搁伫教会大汉，然后搁为阮来祈祷。然后将伊的祈祷来交托予上帝。伊的祈祷毋是讲伊甲上帝祈祷啥，佮甲我讲，安尼会予囝儿压力。有的父母是安尼，我甲上帝祈祷怎样怎样，然后佮囡仔讲，希望囡仔会当照着伊的祈祷安尼。我的老母嘛毋是安尼，伊祈祷了，伊无甲我讲，伊就交托予上帝。所以今仔日我若是有甚物款的成就，因为我伫教会。阁有为我祈祷的老母，所以咱要讲，予囡仔来教会是非常重要。今仔日，咱就会当正做咱家庭得到福气的源头，就是将你的囝儿带到伫上帝面前，为因祈祷，阁交托予上帝。阁来，咱予囝儿到伫教会，阁有一个好处，啥物好处？咱拢希望咱的囡仔会当有效。咱看十条诫，第五条诫就是着孝敬父母。
十条诫的头前四条是规定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后壁的六条是关系人甲人的关系。第五条诫是放伫后面六条上头前，表示讲这个友好是人伦关系上要紧的。若是这个友好你有做到有对，后壁大部分拢毋是问题，因为咱嘛在讲。必先孝为先，咱父母疼子女是天性，是本能，是理所当然。所以咱看到十条诫，伊无规定讲父母要疼子女，无。因为你若是无疼子女，你就是违反自然，违反天性，然后你就会成做新闻。所以咱讲新闻常常拢是伫报道遐个。无自然的代志，违反人性，违反天性，而且个社会的事件，总是咱看到伫圣经伫十条诫，伊无需要规范父母对子女的疼，因为这是天性，这是自然。反倒转，若是爱子女来友好，这可能毋是天性，毋是自然。啊，检测有诶子女因友好。是因为因有即款的良心，即款的良知，伊嘛会当看到父母的辛苦，总是搁较怎样？咱看到圣经是安怎需要来规范，因为这毋是天性，这毋是自然。圣经就无需要搁规范讲啊，父母就疼子女，因为这是天性，这是自然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做父母的，你若真正疼子女。你嘛爱因好，你检赛毋免甲伊讲伤济，毋免甲伊讲做人做事的道理，毋免。你带伊来教会就对啊，因为上帝就会甲因教，甲因教讲，你着爱友好，你着爱甲人有啥物款健康的关系，你着爱有啥物款道德的观念，带因来教会就对。检赛有个人会想讲啊，当我个囡仔已经大汉啊。啊嘛叫袂来啊！或者是因细汉捌来过，但是即马已经无来，可能是工作伫无闲，可能是啊嫁予无新诶家庭，因就惯势无来。总是咱有缘会当替因诶灵魂来祈祷，就亲像咱读拄仔所读迄个故事，迄个外邦人诶福音人，伊来到耶稣诶面前，伊诶囝子无法度来教会。伊个查某囝予鬼附，检测破病无方便，但是伊就来到耶稣个面前，替伊个查某囝来求耶稣帮助，耶稣就帮助伊。所以上帝嘛会听咱所有做父母为囝子个祈祷，就亲像主耶稣帮助即个外邦人个妇女共款。所以咱看到伫咱个生命中间。若是会当有一位替咱祈祷的老母，这是非常幸福的代志。啊，若无咧，今仔日检查咱的父母，因也未信主，因嘛毋知着向上帝来祈祷。检查咱的父母也已经无伫即个世间，无法度伫遐继续为咱祈祷。总是咱有缘会当为着因的灵魂向上帝来恳求。总是毋管怎样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位信徒，拢有人替咱来祈祷。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第二段的圣经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是安尼讲。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照所应该的祈祷。独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，监察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意思来替圣徒求。有时阵啊，咱会讲圣父、上帝、圣子、耶稣、圣神，咱会将伊譬如亲像做母亲共款，因为伊予咱生命，予咱顶头生。佮用亲像冷吼，
来讲灵来灵的灵来养饲咱的活命。圣神对咱的照顾、催逼，有时阵嘛亲像母亲共款，迄款的温柔总是真坚定。咱伫地面上的父母，总是有因的软弱甲忧患。有时阵，咱咪看到父母敢若用伊的情绪，或者是伊所接受的在教是囝儿。有时阵，囝儿嘛因为安尼受伤害，就算因会晓为咱祈祷，嘛是可能是照因的意思甲想法在祈祷。总是圣神替咱祈祷，咱讲亲像老母，伊。在祈祷，无有真济的责备，却是伫遐充满真济的疼心。圣经佫讲是亲像吐气共款，因为咱常常是软弱，咱是有限。圣神的祈祷佫较重要，是会当佮上帝的心意来相通，因为圣神的确知咱的需要是甚物，圣神嘛知影上帝的心意要怎样成就伫咱的心上。过来，咱嘛毋是干那圣神祈祷那定。圣经佫讲，主耶稣也伫天顶为咱来祈祷，即伫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安尼讲。所以今仔日，毋管咱的父母是毋是有信主，是毋是还佫有伫地面上，咱每一位信徒拢有圣神伫咱的内面，有主耶稣搭伫天顶伫替咱来祈祷，即就是咱的快乐。就是咱的福气，愿上帝赐福予咱每一位兄弟，咱会当得到圣神甲耶稣替咱的祈祷，予咱的生命成长进步，也予咱真侪父母的，咱会当真侪子侄的引带者、带导者，在咱有限的人生的中间，咱陪伴因来经验上帝恩典甲疼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管感謝你，你想使我每一個人攏有父母來照顧我，檢查我地面上的父母因是有限，總是我有緣就感謝因，也特別在我的中間檢查有單親的家庭，或者是那些做老爸常時愛兼做老母的，也求你加添開恩。你的恩典在他们的心上，也让他们在付出的中间更加可以大声领受对你来的恩典，你的帮助。我在你的面前这样祈祷，都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所求你，我的灵啊你发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保护者，轮到地上神的百姓，你是羊羔，是我所亲近欢喜的，因发的心替我耶和华的。Thank you.
咱起立来吟散会诗。圣诗第514首，圣诗514首吟诗散，请邢牧师接读。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保守看顾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特别甲所有做母亲的三甲之地，互恁会当伫恁的家庭、恁的囝子的心上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慰。对这点，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